介绍一下你跑船几年？15年多。哦，15年哦。那个，你说那个你的那个骨盆腔哦？哦，对。那边受伤是？两边都是。是因为你说太冷哦？对。你是泡在水里面吗？没有没有，冷冻。哦，冷冻几度？零下72度。什么东西零下72啊？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那你在里面几个小时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多了，那个你要先出来。哦，那你是没有人轮替，就常常都是你下去。对，对，我是带那个、哦。那你们身上的那个防寒衣都不够穿吗？没有专业的防寒。我们那个衣服才贵嘞。对啊，那应该是专业的防寒呢。可是你天天下去就受不了啊。那这样船长不是违规，有规定的时速啊？我也不是的，我是大副啊。嗯，我是大副船长，船长还要听我的话呢。啊，你就这样把身体不小心弄坏了哈。就是被那个职业病啊。那个医生都要叫你做哪些复健呢？没有在做啊。不是复健要做哪些复健动作？没有，能走路就好了。多喝水，这个少喝哈。你要活到100岁哈，我要拍你拍到100岁哈。70岁就还蛮足了。太少了，至少95。够死。可以。哦，那跑船有什么好玩的？有吗？很好玩，欸，好不好？那个，你有碰过洋妞吗？那都是洋妞啊，有黑妞，有白妞啊。你黑白都有没救过？都有。最贵的是多少钱？啊？最贵多少钱？哦，有。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爱。300美元，一万五，12000，哇，3:40嘛那时候。有特别舒服吗？当然了，很舒服，好不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几个小时？一次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哎呦，十几分钟就很伟大的。12000几分钟。没有，有的慢慢吹，慢慢舔，慢慢精啊！哎呦，你都不会享受呢。嗯，那都是那有去过哪些国家？很多，讲几个。嗯，从太平洋嘛。嗯，绕嘛。念国家，你知道的国家想得起来的念一下。太平洋最近的是沙摩亚嘛。沙摩亚的，那是非洲的国家吗？是吗？太平洋的，我在念那个太平洋的好不好？哦，念。所罗门。所罗门有听过。沙摩亚。沙摩亚。哦。这个就没听过。哦，沙摩亚。嗯，还有。大溪地。哦，大溪地。那边有美国海军啊。
但是对，那是不晓得。啊，还有呢？这个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些阿尼拉，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哦。我是泰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哦。在那边我一天都那个什么，你这样有没有没就超过一百个女生？超过了两百个。哎，不是，哇，五百个有没有？你卡车那应该都没有存款，然后都花光光了吧？都本来就是那样啊。对，你应该不是被冷冻库冻坏，你是没救太多坏掉了吧？啊，刚好那个位置。哎，真的哦。那个运哦，你这运动太频繁了。啊？你这个救太频繁。哎，你是记账食物品哦。你这个牌子怎么都那个快没颜色？啊，久了。我记得。煮青菜了，热了。你可以拿那个酒煮烧酒鸡，不要拿来喝。我还烧猫嘞，我烧酒鸡。哪里有人？那个我不是人哦。没有别人呢、啊。那个叫春怎么讲？你说啊啊啊那个。哦噜噜。就是叫的意思。对啊，是哦噜是 L 的。哦。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全部都是，他的全部都是写这种讲我们的。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想认识这个人，因为他到处放。每一个，你看，国际乡公所他也骂。反拍啊！国际乡公所他也骂。哎，要用到我的放什么手机了？这是图书馆。做什么？你用到我手机的，就不要干嘛？干嘛？是我啊，是我。他每个都，他就这样子。干嘛？你觉得怎么样？小姐，你可不可以请挡这个动作？我没有动到你啊，你不要在那边，你可以反拍我，我不能反拍你。先生，你可不可以停下停下？因为我们这里是图书馆，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好不好？那你叫他关掉，我就不拍了。你们这样子，你们到外面去。不是你这样子，我们那群到外面呢、啊？不好意思，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你这样子，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是的，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他先把他抛到网络上，现在对我们现在怪我们了。我今天刚好抛到他们到啊，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所以我就拍他哦，他就是很有名这个周琦大先生，就拍这样拍让大家知道而已。对，因为他把我那个你把他撤销掉了，我为什么要撤销掉？我的他有没有撤销掉啊？对啊，他抛了好几个嘞，三四个嘞，三千万张吧，照片啊。对啊，抛我们的。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对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要碰到我机器哦。哎，你自己在碰我了。那如果女生说，干死我怎么讲？把我干到死。梦里是的。哎，没酒好给我。认真翻译，把我干死，就是说让我更爽的意思。啊？干死我，女生说干死我就是用力一点。酒，你那个是不拉稀。是干死我的意思啊！就姑娘，西古拉西嘛。死掉怎么讲？西拉西了，我叫拉松的路。那个有的说干到腿软了怎么讲？哎，妈妈可以说的。快点，这个认真的，难得碰到那个高级人才。你自己罗什么不敢讲？快点。第几路？诸葛亮都拍那个大尾罗摩，我现在要拍太雅母语罗摩，最敢讲的。太雅母语，大耶鲁。
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母鸡啊，给他扔了。那那嘛，出口人，这个的。不，你用打电话分享一下你以前出国的那个，跟很多女生的做爱经验好了，没酒的经验。哎呀，用母语讲。亲爱的，是这个。嗯，有什么特别的？哎，奇怪。哎呦，你干嘛你？过来。快点分享一下嘛！分享什么？我再想一下哈。小老板呢？巴西有没有去过？去过啊，巴西我。阿根廷。阿根廷我怎么没有去过？阿比酱我都去过。那你有没有学？你会不会讲一点英文一两个字？一点点个。你跟外国人在美酒的时候有用脚讲话吗？哎，瓦格，你用哪一种？我们有那个世界通的、啊。怎么通？用手。世界通啊，你。嘴巴跟手。哎，上来。chiki chiki 上来。chiki chiki。哦。哦。哦。chiki chiki OK 上来。好嘛你上来。比拉比拉上来。你还讲比拉？Money 吧。好 money 呢？哦、oh. ，我听到了么个 dollar 就是美金了。哦、，dollars 啊。对呀、啊，听到了么个，哎，没了。你那个三百美金的太贵了吧？那么贵。十块。哦，十块。几分钟？几分钟？可以几分钟？啊？半小时吗？十五分钟？哎，那个五分钟那个。哦，很贵哦，那时间很贵、啊，他的时间比较贵哦。哎呦，那个，你带他去舞厅吗？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冠军。那个自慰的动作怎么讲？张子，去三里岭啊！不然怎么讲？三里岭啊！张子，去三里岭啊！不然怎么讲三里岭啊？张子，去三里岭啊！不然怎么讲三里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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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去舞厅了。给他跳舞，给他酒喝了个，他就等。他就跟你了。哦。妈个！我不过在国外有很多孩子，你不知道呢。你到处。那是不可能的。谁讲的？哎。有的喜欢你就帮你生一个嘛。有嘞，我在那个大溪地啊。那个他的名字是那个嘛，格罗丁。格罗丁。格罗丁，他的名字啊？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女孩子就是我的那个年龄老老婆哦。他们四个姐妹嘛。你四个都用过？连妈妈我都用过。哇，那么强！哇，那你是大？你很厉害你。啊？哇，那全家都很喜欢你哦。OK。只要你是好爸有大手，怎么大家那么喜欢你？你的太厉害了、啊！我一
机回家那个。啊。回家那个。那你外面一定有很多孩子啊。没有。你一定不知道，有的女生不讲，都偷偷怀孕。你是超级棒。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脸书啊，他就骂我说，啊、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对啊，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对。对啊。他什么？我去问一下状况吧。好，开始。嘿，然后嘞？没有怎么样，因为不是我报警的，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他知道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对吗？自己知道吗？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嗯。就这样子啊，没有什么事。嗯，好。我不知道他在拍什么。对，那你现在在拍什么？对啊，他敢拍我就敢拍他。处理完了是吧？爸，这样子处理完了。没有，我不知道。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现在报案嘛。你现在要报什么案？你要报什么？我报什么协助你？你现在骚扰民众啊？骚扰？我就骚扰你啊！我骚扰民众。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我现在就骚扰你啊！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一样，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啊。互相而已、啊、你也是拍，我也是拍啊！你现在也是拍我。你们现在不就在互拍吗？对啊，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被跟警察备案，说你骚扰？对啊，你们两个这样子，对不对？蛮好笑的。东西收起来好不好？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他收起来，我就收起来、啊。对啊，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对，要不要我再叫人来？叫我们来干什么？太无聊了吧？对啊，你先收起来啦。请他们离开，我在图书馆，我在用电脑，是他们来的。这是公共场所，我不能来吗？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就像你说我们卓西乡的人为什么要请你离开？不要吵，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然后你先生，你先把手机收起来，好不好？他不收起来，我要怎么收起来呀、啊？对呀、啊，毕竟是你先拍的，那你就先收起来，他也收起来，好不好？那你们这样子拍，那我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他不。我干嘛要拿下来，对不对？对啊，因为他也很无聊啊。你先拍人家的，你就先收起来吧。你都没有办法处理的。你要处理什么？你就不晓得。嗯。很多女生不讲呢，都偷偷怀孕。不可能。怎么？我那。你怎么知道？我家真家遐行。唔知佮伊女啦。你大师弟，嗯，那个是跟我最久的，差不多四年多呢。哦，四年多、哦。嗯。你住在你们那时候是？真的。住在那边吗？对呀、啊。哦。好，格罗丁的路呀，那个法国大师弟啊，嗯，法国属地嘛，嗯。在北非吗？是哪里？啊？北非吗？哪里？我要记得地理位置吧。太平洋。是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哦。西非啊，西非啊。哇，好舒服，看到没有？也很爽的感觉。沙刷舒服。比舒服更上一级，是很爽。有没有脚啊？啊，舒服，舒服，舒服，阿叔都不给阿哥。哦，不太暖和，还打。对。起飞啦！起飞是那个嘛？那个什么呀？哦。喂，什么呀嘛？也在那哪里？我们要混过。嗯。混了，连那个开普敦我也去过啊。开普敦。开普敦是最南非嘛。南非对。啊，开普敦你上来那个阿比江了啦，马斯克了啦，马斯那个，真的。那个。拉丁白人黑人哪个你最有感觉没救的时候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大那胸部都很大吧
意大利最大。你查比全世界的女孩子吧，胸部最大就是意大利。哦，意大利哦。那技术最好的是哪一个？我。我是女生呢、啊，男生啊，女生的话技术最好的是谁？女生，你最有还有最有印象？你还是台湾最好呢？哦，服务比较好。你，骨还是哪？比较紧是吧？哦，啊，比较紧，比较小。哦，几磅？哦，你说几磅比币吗？对。哦。还是台湾的好，韩国、日本我那里没去过。阿拉伯，你不要问我了，什么国的？阿拉伯有做过吗？有，我去过。他们你是盖起来做吗？我去，没有，他们是这样盖吗？盖起来做。哎，你。哦。哎呀。阿拉伯是不简单呢。嗯，现在很有钱啊，他们国家盖得很漂亮。他们是石油出港，出口国。嗯，阿拉伯是很屌。我来自台东，我喜欢充气娃娃，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完了，接力。空气电台，空气电拍照，开始。对，空气电台。车还蛮多的哦，啊？你们这边车还蛮多的。哇，历史啊！你这边风景很好呢。多喝茶，这个风景很好。喝酒。身体弄好以后，那个小孩子、孙子、侄子带你，没，我那可以摸。侄子、侄女带你出国去玩。啊，那么国我都，你看啊，苏伊士了，巴拿马，我都走过，我还去混什么？那个时候工作不一样，现在跟家人出去玩不一样。我一个人就很伟大了。嗯，对。这是猫养，刚刚才养哦。养不久。有了，我不给它吃。嗯，乖。他会去抓老，他会去抓老鼠的。哎呦，他抓过两只呢。会吃？他会吃吗？不晓得。嗯。来，去嘛。啊？进来吧。你要载我去？带走。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哦，香蕉很大。
Inak banana no bun bun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masal.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懂。Inak banana no bun bun madai. Madai, madai, madai.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sal pun na inak banana no bun bun madai pokin. Yay! 哎呀。哎呀，哎呀，我先。好，把工具摘了。可以。我去拿大飞米走了哥。放心的，没有人会欺负你。要敢骂你，我就砍谁。啊？不要喂你好吗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的啊我脚也受伤了不干净你还叫脚你还掉下来那个你是要把我我在这边等只要跌倒哈那样做脚要跨过去啊
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你现在不要制造问题，现在有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处理。你要很少，不要讲话，不要故意的碰到我的东西。不会不会，警察不会，我警察局的坏话，我这个都他会讲，他会在旁边讲，等一下。哎，他那还有写左西乡，我们左西乡的所长的，对，所长怎样？不接他的案子怎样子？怎样？对啊，也是五路啊，不要这样子一直拍到我的手机哎。好了，你把录音机收起来了啦。他在录音。对啊，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就我看他要怎么。咦对啊，哎，给观众看一下嘛，你对不对？你不要挡啊，给观众看一下，这就是他是不对。观众看相嘛，你不拿下来，我干嘛要拿下来？对不对？可以了吧？你们现在拍到什么时候？我问他，他不关掉，我怎么关掉呢？真好笑的。所以那边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没关系，你们去回去吧。没关系啊，我们就一起站啊。不要碰到我手机，对不起啊，要不然我会用手机。他很闲嘛，我们就陪他。他不放假。